この CD は以下の順で流れます。2倍速の中国語、ナチュラルスピードの中国語、日本語訳、遅めの中国語、最後にもう一度ナチュラルスピードの中国語の順です。2倍速の音声はそのまま聞き流してください。リスニングにとても効果的です。2倍速の音声の後に流れるナチュラルスピードと遅めの音声はしっかり声に出してシャドーイングしてください。会話力が身につきます。それでは話し手になりきってシャドーイングしてください。ユニット5-3、基本表現、誰はいつ何をした。我星期一打网球了。我星期一打网球了。我星期一打网球了。私は月曜日テニスをしました。我星期一打网球了。我星期一打网球了。我儿子星期二踢足球了。我儿子星期二踢足球了。我儿子星期二踢足球了。私の息子は火曜日サッカーをしました。我儿子星期二踢足球了。我儿子星期二踢足球了。我女儿星期三游泳了。我女儿星期三游泳了。我女儿星期三游泳了。私の娘は水曜日水泳をしました。我女儿星期三游泳了。我女儿星期三游泳了。我星期四没跑步。我星期四没跑步。我星期四没跑步。私は木曜日ジョギングをしなかった。我星期四没跑步。我星期四没跑步。同事们星期五没打排球。同事们星期五没打排球。同事们星期五没打排球。同僚たちは金曜日バレーボールをしなかった。同事们星期五没打排球。同事们星期五没打排球。奶奶星期六和朋友一起跳舞了吗？奶奶星期六和朋友一起跳舞了吗？奶奶星期六和朋友一起跳舞了吗？おばあさんは土曜日、友達と一緒にダンスに行きましたか？奶奶星期六和朋友一起跳舞了吗？奶奶星期六和朋友一起跳舞了吗？爷爷星期天打太极拳了没有？爷爷星期天打太极拳了没有？爷爷星期天打太极拳了没有？おじいさんは日曜日太極拳をしましたか？爷爷星期天打太极拳了没有？爷爷星期天打太极拳了没有？你们上星期天打没打高尔夫？你们上星期天打没打高尔夫？你们上星期天打没打高尔夫？あなたたちは先週の日曜日ゴルフをしましたか？你们上星期天打没打高尔夫？
你们上星期天打没打高尔夫？我星期一打网球了。我星期一打网球了。我儿子星期二踢足球了。我儿子星期二踢足球了。我女儿星期三游泳了。我女儿星期三游泳了。我星期四没跑步。我星期四没跑步。奶奶星期六和朋友一起跳舞了吗？奶奶星期六和朋友一起跳舞了吗？爷爷星期天打太极拳了没有？爷爷星期天打太极拳了没有？你们上星期天打没打高尔夫？你们上星期天打没打高尔夫？